同学，大家上午好。我今天要给大家汇报的这个题目啊，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唐山啊，试着开始讲一些体会。这个大家这么多人啊，八号、九号这两天，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到这儿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一直在想，我学习传统文化已经有两年了，一直在例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时间，拿出这么多精力来从事这件事情？我们有时间学学专业知识不好吗？学学英语不好吗？打打高尔夫不好吗？健健身不好吗？为什么要拿出这些时间来学这些东西？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间的一个问题，也试图呢几次想讲。因为我们不把学习传统文化的目的和它的作用讲清楚，大家很难坚持下去学。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认同这个东西，如果不把道理给大家讲明白，大家恐怕没有很长的持久力和耐力学习和实践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与古圣先贤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我们如果不对这个传统文化有一个清醒的、明确的、彻底的认识，我们很难在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坚持下去。所以我这个题目呢，本来叫一些体会，因为题目太长啊，它的真实的意思是说，学习传统文化与改造我们自己命运之间的关系的一些体会。那么这个题目里边呢，就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说清楚。第一个，什么是传统文化？第二一个，什么是学，什么是习？第三一个，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啊，就是能够改造命运。那么命运是什么？命运从哪里来的？命运能否改造？改造命运以后我们得到什么真实的利益？只有把这些关系讲清楚，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传统文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个实学，是个实实在在啊，看得见摸得着啊，能够得到真实利益的学问啊。我们当有这样一种认识之后，我们再学习传统文化啊，再坚持传统文化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明明白白啊，清清楚楚啊，特别坦荡，特别磊落，这个就是用佛家的话来讲呢，道心就不会退啊。这个谈到传统文化呢，这个文呢，文化这个文呢，就是古圣先贤啊，他们这些有境界啊，这些圣人啊，这些贤人啊，佛门当中就是佛菩萨，他们这些过来人啊，他们见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见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之后呢，他们给整理成文字啊，形成经典传给我们，所以这叫文。那这个文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为了享受，换句话说，不是让你的六根感觉到很愉悦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味，舌尝味啊，不是为了这个啊，不是为了你的感官的那个快乐。它的这个东西形成这个文之后，是希望你能够得到真实的幸福啊，真实的利益。所以传统文化这个文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经典，也就是刚才季玉老师说的啊，就是这个最简单最基础的就是弟子规。这个文的目的
啊，不是用来娱乐，是用来干什么呢？化文化，化什么呢？变化你的气质，啊，变化你的命运，啊，这个变化你的这个叫教化，啊，使你从一个愚昧无知啊，对这个对宇宙人生道理不清楚的人，变成一个清楚的人，啊，教化、转化、变化，啊，是这，它是这个化是这个意思，文化，文而化之。那么这个文要变成，要能真诚起到化，达到这个作用，啊，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啊，学习，学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来到这儿要接触，要了解，要向老师们学习，要向那些曾经学习过传统文化、实践过传统文化的这些老师们学习。学什么？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境界，这四个基本要学习，要掌握，要了解，要明白。学习完，学完以后要怎么办？要习。习这个字就是小鸟的翅膀啊，顾名思义，要练。小鸟生下来不会飞，爸爸妈妈带着它啊，飞得很不成熟啊，歪歪倒倒啊，很不熟练。慢慢慢慢呢，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啊，向爸爸妈妈学，向爸爸妈妈习，最后呢，掌握了飞行的本领。这是学习文化啊。我想呢，我把这四件事儿是给大家交代清楚了。那么命运啊，讲到命运，学习传统文化就能改变命运。为什么？改变命运我们就变成幸福的人。为什么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大家都知道三字经上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人之初性本善，这个性，这个性呢，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古圣先贤提出来的。这个性大家是没有认真想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个性是什么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吗？它长得什么样子？它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说到究竟处，这说到最彻底的地方，所有我们的身心世界，所有我们看到的宇宙万物啊，芸芸众生、山河大地，都是这个自性变现的。但是这个东西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啊。我们这个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接触不到它啊，接触不到它。换句话说，它没有色啊，没有形状。那么就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把了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环境啊、这个芸芸众生变现出来的。那么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太玄啊，谁看见了啊，谁见着了，圣人们啊、圣贤人、佛菩萨，他们有这种境界。那么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说众生的境界实际上是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叫做限量境界。什么叫限量呢？这是一个老词儿。限量就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啊、亲身触摸到，叫限量境界。那么对于自性，谁见着了啊？明心见性这些人见着了，他们见着之后，他们是限量境界，他们确确实实看得见、摸得着，明白它的作用，明白它的这个理论。那么限量境界这些人给我们留下经典，用我们所能理解的文字记载下来，对心性进行了描述。比限量境界再低一等的叫比量境界。比量也是个老词儿，这个比啊，在今天话来讲就是逻辑，就是数理啊，像我们的易经，像我们的奇门遁甲，像我们的这个五行
啊，都是通过数理的方法来捕捉自性，来描述自性。虽然他们没有见到自性，但是他们可以推论出自性的作用、自性的存在啊、自性的这个功能，所以他们就形成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像我们的《易经》啊，像这个《了凡四训》当中说的啊“少子黄极数正正外”啊，像这种在《四库全书》里都有收藏，这叫比量啊。我们呢是凡夫啊，是一般人，我们没有这种限量的境界，我们也没有这种比量的能力。我们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识字啊，我们明理，我们能够学习啊，所以呢，我们具备的一种什么能量呢？叫做学习圣人教育的量啊，简称为圣教量啊，这是最低一个档次了。那么举个例子来说，限量、比量跟圣教量，就相当于桌子底下有一堆火。限量境界的人呢，他是能够通过桌面看到底下的火啊，他不用学习啊，他不用向别人请教，他自己亲眼见到，鼻子能闻到它的气味，眼睛能看到火的存在。那么比量境界的人呢，他看不到这个火啊，他见不到这个光，但是呢，他看桌边下冒出来这些烟，哦，他看到这些烟之后，他明白了底下一定有火啊，没有火哪来的烟呢？啊，火大呢烟就小，火小呢烟就大啊，这就是比量。他靠推论啊，推论桌子下面一定有火。那我们是凡夫，我们也没有这种限量的能力，我们也没有比量的能力，但是呢，哎，我们能看这些人给我们留下的书，说桌子底下有火，火有温度啊，火能给你带来什么利益，火能给你带来什么伤害。你听了，你学了，你掌握了，你知道火的功能了啊，你知道火的作用了，你自己得到真实的利益，你可以利用火为你服务，你可以利用火来给你带来利益啊。所以人呢是分成这三种境界。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境界的人？我们肯定没有限量境界，我们肯定也没有比量的能力。如果我们眼前放的这个圣教量，我们再不学习，再不掌握，那我们就真的是不能够离苦得乐，不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换句话说，就一直在稀里糊涂的过日子，随着自己的烦恼习气啊，在每天在自私自利这个漩涡里头造作罪业，最后受苦报，终日无有出期。恶报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来，好事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来啊，好不知道好在哪里，坏不知道坏在哪里。生活没有标准，行为没有准则，是个特别特别可怜的人群啊。所以我们学习圣贤教育，其实不是为了熏耳目，不是为了让眼睛舒服耳朵好听啊，像听交响乐，像看那个电视剧一样，不是为了这个。寻耳目就是不是为了耳目啊，不是这个为了耳目的享受，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做一个明白人。明白了以后又怎么样呢？自己得到幸福啊，自己充实自己的一生。所以人有这种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留下来这个文，我们要学习。那么回过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对自性的描述。刚才我们说到自性呢，我们就谈到三种境界的人。自性，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能理解。自性这个东西啊，确确实实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有个比喻，你比如说电啊，这个电大家谁见着过啊？都没有见着过电啊。电什么样子啊？电多重？电是什么颜色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法描述，没有一个人能拿出电来让我们看一看，让我们摸一摸。但是电存在吗？真存在。哎，你为什么能知道电的存在呢？所有这些电器就能证明电的存在啊。再灯它能给我们亮，
在空调它能给我们冷啊，在这个微波炉它能给我们热饭啊，在暖气呢它能给我们热。哎，你看电呢能够变化，能够变化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佛法当中说这就是相啊。电呢是性，这个性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能变换出很多很多的相，这个相是个老词儿，就是说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事物啊。那么当它这电的作用有多少呢？三天三夜，三年三个月，三十年三个月，你都说不完。谁能把电的作用说都说尽？不可能的，是吧？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电的作用太大了啊！这个小到我们的刮胡刀啊，大到我们的航天飞机，哪一点离不开电呢？所以电的作用无量无边，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说不尽。你用多少时间，你用再聪明的人都说不清楚。哎，自性也是一样，自性能变什么？就跟电能变什么一样，自性能变的东西太多了啊，说不尽。它能变成胡晓林，也能变成大家，能变成天上的人，能变成西方极乐世界啊，也能变成地狱众生，它能变，谁也说不清楚啊。那么自性变现的这些环境，变现的东西，它根据什么变啊？啊，那么这个电，我们说它有利有弊，电能电死人，电呢也能给我们带来光明。那我们能不能让这个自性，让这个电只变好东西，我们得到利益，不让它变坏东西，我们来遭灾，来害我们，能不能？能，你得遵守用电规则啊。43伏以上的电你就别再摸了，摸了就能把你电死，那是安全电压啊。你摸火线的时候你最好穿上绝缘鞋，这就是规则。弟子规就是做人的规则，一点都不奇怪啊。那么电有用电的规则，它是对自性的一种把握和了解之后，它定出这种规则，说呀，电这东西是好东西，但是用不好就会伤到你，怎么用啊？那么这些电气工程师，这些科学家们给我们写出了很多很多的用电的方法，针对每一个电器啊，写出了它的规则，五花八门，门类特别多。这就是佛法当中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太多了啊！三藏十二部，三万多卷佛经，四库全书，儒道两者，那太多了。为什么？因为自性变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实在实在要描述它，要捕捉它，要把它叙述清楚，让我们的人在面对自性的时候，在驾驭自性的时候，就像我们驾驭电一样，能够不被它伤害，只来利益我们。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它的真实的价值，在全世界几百个民族当中，只有中华民族对自性的描述无一欠缺，完美无缺，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他们是真正见到这个自性，真正明了通达。所以我们面对经典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人传下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有恭敬心。要不是这些经典，要不是这些文字，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怎么可能脱离苦难？我们怎么可能趋吉避凶？我们怎么可能获得幸福？所以对圣人的教育，对经典要恭敬，
甚至他的恩德比我们的父母还大。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血肉之躯，我们父母的教化也要靠这些圣贤人的教育，他才能成为明白人。否则父母就是糊涂的父母。佛在无量寿经上说，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我们今天作恶，我们今天犯错误，什么原因？失教了，没有教育。谁没教育？我们的先人。先人不懂得道德，没有教育我们，导致到今天我们在这儿受苦受难。那我们以后还会有后人，我们又会成为我们后人的先人。我们不能再做那种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就没人跟后代说。殊无怪也，殊就是千万别怪这些后人。所以我们学校的学生教育不好，我们不能怪学生。我们家里的孩子教育不好，我们不能怪孩子，是父母是老师啊，没把他们教育好。像我在企业，员工不好，不能埋怨员工，不能指责员工，是我的德行不够，是我没把圣贤人的教育教给你们，是这样才导致你们犯错误，才导致你们出问题。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千万不要怪他。回到自性，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我们作为中国人是最值得最值得最值得骄傲的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中华民族更有福气，因为我们掌握了心性之学。这个东西它的价值绝对不可能用我们今天所有的财富来衡量，不能用它来衡量。我们在骄傲之余，我们在庆幸之余，我们在喜悦之余，我们在学习之余，我们一定不能忘了要弘扬它，要传承它，要保护它，要爱护它，要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学习它。它就是我们后代的护身符，它就是这个世界不走向末日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我们再放弃，再不学，再不用，跟诸位说，世界的末日指日可待。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才给科学200年，今天的世界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给了祖宗5000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5000年相安无事，国泰民安，人民团结，社会安定。我们不知道因，难道我们看不到果吗？我们现前的世界，现前的社会，我们现前的家庭以及我们个人，还不足以说明科学、竞争、自私给我们带来什么。科学有好坏吗？科学没有好坏，科学是工具，看你怎么用。所以回过头来说自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对自性的描述。我们掌握了自性，掌握了自性又怎么样？我们了解了自信又怎么样？对不起，你所有的世界，所有的物质环境，精神生活，你的人缘，你的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对不起，都是自性变现的。你掌握了自性的这原理，了解了自性的操作规程，了解了它的规章制度，了解了它的品性，自性如幻，你就能幻化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就幻灯的幻，佛在十善业道经上说，自性如幻，自性它能变换出来身外的世界。所以我们了解了自性之后，我们对这个自性升起恭敬心。自性谁有啊？每一个人都有。三字经上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都有。那么自性如幻，它能变化出来这个东西。那你说这个东西，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都是被别人变出来。
但是各位，感受是自己的。啊，举个例子，你睡觉做梦，啊，在梦中你有境界，啊，在梦中你在生活，你在工作，啊，有些时候在娶媳妇，在谈恋爱，有些时候在跟人吵架。等你醒了以后，你发现那是一个梦。你得到什么了吗？什么都没得到，了不可得，一无所有。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可不知道啊，你是真痛苦啊，你是真快乐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幸福感和灾祸的意思。灾祸来了，给你们说到底，虚幻的；幸福来了，说到底也是虚幻的。了不可得，一无所有，但是感受是真实的。我们要想获得幸福的人生，我们要掌握自信的这把钥匙，开启自信这个宝库，我们就想变，就能变出我们想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的古圣先贤比喻这个自信就像一个镜子一样。你看镜子啊，没有照的时候里边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啊，灵虚的，空寂的啊，什么都没有，胡来胡现，汗来汗现啊。外国人来到这个镜子面前，他现的是外国人的像，中国人照着镜，这个镜子是照的是中国人的像。你看这镜子啊，等这个像走了以后，镜子上什么都没有，一点染污都没有，一点痕迹都没有。这个镜子就是我们的自信。那镜子能现象，这个像哪来的？为什么镜子能现象？那是因为我们站在镜子面前，让它照我们，让它把我们给照出来。镜子你把花摆在面前，它就照出花，你把人摆在面前，它就照出人。所以镜子照出来的东西好坏啊，吉凶祸福灾还是难，跟镜子没关系啊，是你自己让它照。那么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顺境，我找到一个好老婆啊，对我爸爸妈妈特孝敬啊，我今天找到一份好工作啊，老板特别尊重我们啊，在这公司给我们上4元一斤，是吧？我想考大学我就考上了，我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就获得了，这些东西都是自信变现的。那我们怎么能够掌握自信，让它永远变出好东西来？那你要问你自己。是，那么下面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自信怎么就变出这些东西？谁在变这些东西？谁掌握这个主动权？谁在操纵自信？你自己，我自己，我自己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个自信啊？你的念头。哎，你的念头，一个善念，这个自信的镜子就给你显出一个善的像。啊，你这个自信，你那个念头一恶，这个镜子就是外国人来了，胡人胡现，啊，汉人汉现。哦，这个念头，你胡晓林说这话太迷信了，有根据吗？啊，咱们得讲科学啊！你这谁看得见摸得着？说念头控制自信，念头好就变现出来的物质和精神世界就精神环境就好，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很可惜，科学家是3000年以后才发现了自信的作用。2003年 NASA 美国宇航局啊，出了一份报告，大家可以在网上查。这个报告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形成的观点。这个报告说，宇宙怎么形成的？他说第一条结论，宇宙是一种东西爆炸形成的。大家要问，什么东西爆炸？美国科学家说，这个东西用英文讲，简写 OP， 英文的全称叫 Original Point， 原点。Original 是原始的意思，啊，原点的意思。Point 是点，描述它的体积的大小。就是这个原点的爆炸，把整个世界和宇宙，我们人，我们的地球，我们的月亮，我们的太阳爆炸出来了。真的，美国科学家证明了，这不是佛说的，
佛三千年前就说了，咱们不听啊。啊，咱们非得要眼见为实，啊，耳听都是虚的。那美国科学家进而就回答，这个原点有多大呢？美国科学家说，你说它没有，它绝对有。你说它有，我们实在不能用现在的度量衡来测度它。我们只能给你一个近似的一个说法，大概让你们形成一个概念，这个原点有多大。一个头发丝截断，在它的圆平面上，圆截面上有直径，这一个直径上排列着100万亿三个亿的原点，它就这么大，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把我们的宇宙给爆炸出来。美国科学家进而回答，爆炸的速度怎么样，什么时候爆炸的，爆炸几次。美国科学家说，现在的科学仪器实在测不出原点的爆炸频率，太快了。佛在经上说，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心会产生念头啊，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几念速度怎么样啊，心产生念头的速度怎么样，几相识也，几相就是这个念头产生的相，相是什么意思，物质，识呢精神啊，心有所念，心是肯定会产生念头，几念第一个问题，速度如何，几相识也，这个念头所产生的物质跟精神它们的速度怎么样，是不是跟念头产生的同步。弥勒答，举手弹指之情，举手弹指之情，32亿百千念，速度就这么快，一个念头的产生，举手弹指这一刹那，这一个举手弹指多少个念头产生，32亿百千念。如果一秒钟弹四次，4×32亿百千，再除上一，1280兆亿分之1秒就产生一个念头。美国科学家没有见到这个念头的数量和速度，单位时间产生的数量他没见着，为什么？他不可能见到，因为他没有定功。什么人能见到？原教八地菩萨，叫不动地，他们见到这些速度，就是刚才我说的限量境界这些。但是美国的科学家很难能可贵，他发现宇宙是念，是这个原点产生的。所以美国科学家的结论说，这个东西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它是一。佛是不二法门吗，是吧，精神跟物质同时产生，没有对立，没有相对啊。所以美国科学家提出这个数学报告，推翻了达尔文世界是进化来的，推翻了他是继爱因斯坦之后进一步扩大啊对宇宙产生的原理的一种描述，完全是颠覆现在二元哲学一元哲学的这个领域啊，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宇宙。这个跟3000年前的佛，跟2500年前的孟子说的完全一样啊，说的完全一样啊，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啊，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原因。我们3000年前就知道这事儿，我们就有文字记载，只是我们不善学不善用罢了啊，没什么了不起的。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孔子、孟子这些老前辈就已经说清楚了，文字记载全有，只不过是古汉语，我们不熟悉，我们读起来有困难而已啊。问题不出在孔子、孟子和释迦牟尼佛这边，问题出在我们这些后人身上，我们不善学，我们不善习，所以我们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学，我们不善习，
所以我们得不到真实的利益。那么把自性讲清楚，把世界怎么产生讲清楚，下面就要谈到命运。命运有吗？当然有。命运就是你自性变现的。你命运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物，你碰到的每一个人，你的所有一生的机遇都是自性变现。自性变现好也罢坏也罢，你不能怨天尤人。啊，是你自己的念头产生的。那你要说这个，我天天想好的，说好的，做好的，那我怎么我现在这个现前的世界没有发生变化呀？对吧？我今天明白自性了，我现在就想好，做好，说好，啊，当好人，说好话，做好事，行不行啊？行。那我怎么还遭恶报啊？对不起，你是现在刚开始。啊，你过去什么时候生的呀？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生命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结束。未来无始，过去无终。你今天这个果报，你认为你今天心眼好了，想好事说好话，你就能得到好报吗？那你过去呢？能量是守恒，是守恒的，是吧？今生还有过去生，过去生还有过去生。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开始的？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你累生累世一直到今天，你的举心动念，你的行住坐卧啊，你的言语造作，这些东西，这些念头都在那儿存在着，都在那儿变现着啊。所以命运是这么构成的。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算过命，命有定数。定数怎么来的？那就是您带着账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你在到这儿来投胎的时候，你把你这一生开始以前的所有的东西夯不啷当一股脑全带到今生。佛说人生酬业，酬就是报酬，就是还的意思。你干嘛来的？你是还你以前的账。你积德行善，你这辈子来享福啊，你造恶多端，你这辈子来受报。哎，所以你是有一个账嘛，就有数嘛。啊，所以我这一辈子活多少年，吃多少饭，喝多少水，挣多少钱，都是定的。啊，你来到这世界上是定的。这个定数，所以那些比量境界的人就能给你算清楚。啊，那么这个定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电影剧本。你这一生都按着这个剧本在演在走啊，我们所说的命里有的啊，你求你不用求他也来，命里没有的你抢也抢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命运能改造吗？那么当然能改造了，因为命运怎么来，是你自己造作来的，是你过去生当中造作的善和不善积累起来，到了今天形成命运的定数。那我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我从现在我改造命运不就完了吗？啊，我原来我不清楚，我要起一个善念就得好报，我要起一个恶念就得恶报。那我今天清楚了，我从现在开始我改恶从善嘛，对吧？那我不就能够改变了吗？对的，命由我做，福自己求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数呢，你让人家算得很准，你就佩服这些算命的人。哎呀，你说的真准，我真是18岁谈的恋爱啊，我真是25岁结的婚，我们家真是三个儿子啊，这个我甚至还把你这个姓什么啊，你是什么地方人都能给你算清楚啊。可喜的时候呢也可悲，你让人算定了一生都一丝一毫都不能转变，说明什么？说明你是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你没有做命运的主人，你一生都被人算死，一生都被人算定，你一丝毫的动都动不了啊！它是个定数，这个线一直平平的往前走。如果你有大善，如果你有大恶，这个数就能改变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谈到自信，我们就谈到自信的变化是靠念头，我们又谈到好的念头产生好的境界，产生好的环境，产生好的世界，产生好的家庭。你明白之后，你再回到看古圣先贤这些教育啊，甚至国外这些正法正教的教育，基督教说上帝爱世人，佛法当中说大慈大悲，儒教说仁爱和平。为什么？英雄所见略同，都是有境界的人，他们都见到这个善念产生好的东西，恶念带来灾祸。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关键在你听不听啊。所以我们讲到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讲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对自信的描述，我们讲到自信的作用，谁来作用这个自信，谁来控制这个自信，是我们的念头。你什么念头它就变成什么境界。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这叫悟啊，悟，哎，一个竖心旁一个悟，悟呢就是明白的意思。明白之后怎么办？佛法当中说悟后起修啊，修，修正，修正什么？修正我们的想法，修正我们的说法，修正我们的身体造作。照什么修？修的标准是什么？照圣贤人的教育啊，在儒我们说弟子规，在佛我们说十善业道经，在道我们说孝太上感应篇啊，标准在那里。那我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心就是佛呀，我心里有佛就完了呗，我干嘛要学呢？我现在这么忙。对不起，你心里有佛，你心里是什么佛？那是佛吗？佛是什么人呢？佛的标准是什么呀？我与人为善，我与人为善不就完了吗？什么是善你知道吗？什么是恶你知道吗？你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你就无所适从。标准在哪里？标准在经典里。所以我们的经典非常非常的伟大，它把自信的基本理论给你讲清楚，自信的基本作用给你讲清楚，把操持自信、控制自信、掌握自信的原理和方法、操作程序给你写得特别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弟子规》的时候，1080个字，113件事儿，我们觉得特别的枯燥，特别的没意思。什么凡出言信为先呀、啊？什么将家人先问己？这都什么呀？这都教孩子的。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都考到博士后了。对不起，你那个博士后，你那么大岁数，你的知识、你的经验、你的体会，在佛法中说叫即问之学啊，说的深一点，是智变聪，是世间的智慧啊，是技术，是知识，是经验，不是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是对自信的描述，是对自信的把握，是对自信的控制。这一套学问叫智慧。你没有，我怎么才能有？学圣贤人的教育，初学吧，咱们要向圣贤人学，学着学着吧，你就变成圣贤人了。到那个时候，佛法当中说哈哈一笑，原来我跟孔子孟子是一回事儿。我胡晓林也有自信，在座的诸位都有自信，在心灵的隐微处默默地洗涤去自私自利，显现自信的清白，自信完全彰显和恢复，您就是佛，您就是圣人。什么是圣人？明白。圣人没什么奇怪的，明白人。明白什么？明白你自己。明白谁呀？明白你自己。我怎么来的？我到哪儿去？为什么这一生的机遇，富贵贫贱，穷通高，穷通贵贱，有这么大的差别？
哦，我清楚了，我明白了，我了解了，我知道规律了，我照着规律去做啊，我慢慢慢慢境界就能改过来。福自我求，你自己求来的福，自己能不享这个福吗？那我过去遭这个灾，过去遭这灾是过去这些过去的我愚痴蒙昧，不懂得圣贤人教育造多的恶，所以你必须受这个果报。那么以后十年二十年，你通过断恶修善，你的境界发生变化，你的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发生变化，你的身体发生变化，您谁都不用谢，您谢您自己，因为我断恶修善了，因为我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当好人，那我当然感到好的果报，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们才那个时候，我们胡晓林就会给大家举一个大拇指，你是大雄宝殿里边的人物啊！佛门当中的大雄宝殿，他的意思是大英雄。为什么说他是大英雄而我们叫凡夫呢？因为他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因为他对因果规律掌握自如，因为他能做到我们凡人所做不到的事情，那多苦啊！吃也不能吃，喝也不能喝，男女之心也不能有，自私自利也不能要，你觉得很苦啊？这一生有什么意思？像个苦行僧一样，是吧？到哪儿战战兢兢啊，又得谦虚，又得鞠躬，又得恭敬啊，又得礼貌，又得付出，又得奉献，多苦啊！那是你认为苦，因为你没有尝到这样做的乐啊。二十年前我记得我刚做生意的时候，人家跟我说有传真机，我骂人家，我说别瞎说八道了，还有传真机，美国那边签一个文件刷就传过来，通过电话线我这就能收到，那太方便了啊，文件就能传过来，不用电传了，不用电报了。我当时特别不相信啊，二十多年前了啊，八四八五的时候啊，传真机刚出现，那个时候跟我说我不信啊，那么才过二十年，今天别说传真了，互联网都上来了啊。你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你不知道互联网给你带来的方便。那个时候我要跟你讲互联网，你肯定得说我多苦啊，又不能逛商场啊，这完全是迷信，谁看见了，是吧？今天你生活在互联网的时候，你才看到互联网给你带来的方便，给你带来的快乐，给你节省了多少时间啊。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不学，你不习，你这种喜悦没有，然后你就说：“哎呀，多苦啊！电影也不能看啊，这个鱼啊，这个肉也不能吃，水也不能浪费啊，对一张纸都得爱护啊，这成天这个多别扭啊！”啊，弟子规这113件事就像113条绳索一样捆着我，这不行那不行，是吧？啊，你会觉得很别扭。当你真练了弟子规，当你真照着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根本不是古圣先贤这么规定我们的，不是他要求我们这么做，不是他跟我们过不去，不是说他看我们过好日子他有嫉妒心他难受他非要整我们，不是的，是什么？是我们人生自性本身的要求，这是我们人来到这个社会上所必须遵守的秩序啊，就和月亮绕着地球，地球绕着太阳一样，这个东西不是孔子说给我们啊，不是说天文学家教给我们让我们来认同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这样，你掌握了你得利益啊，这叫道，你按照道走呢你就得什么呢？得幸福，得快乐啊。所以命运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事情我经常跟大家说，跟党中央，跟国务院，跟胡主席，跟文总理没关系啊，命由我做，福
自己求。啊，向外持求，向外攀援，向外寻找。我跟你说，哎，那我找到了。我看了比尔盖茨的自传，我看了李嘉诚先生的自传，啊，我看了这些人的自传，我照他说的去做，做了以后我确确实实成功了。我确确实实得到了。求之有道啊，这些自传，这些先人的经验啊，这些总结确确实实是他们成功的道路，他给你描述出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你能按照比尔盖茨这个道路得到你所想得到的东西，对不起，你还是命里有。你要没有比尔盖茨、张尔盖茨，你也得不到。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向自信求，向真心求，向诚敬求，你就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啊，所以2008年2月份中华书局出版了《了凡四训》这本书。袁了凡先生是明朝人，他老人家15岁碰到一个算命先生啊，叫孔先生，他拿《皇子述传正传》《四库全书》有这本书，他给袁了凡先生算，算的一天都不差，从15岁一直到35岁，袁了凡碰到这个云谷禅师之后，这20年一天都不差啊，说考试考第几名就是第几名，说你在这岗位上拿多少那个供奉，就国家给你的工资啊，啊，他们就是用粮食啊，多少多少担，多少多少斗，一担一斗都不差。所以袁了凡先生一看，这怪怪，这个东西，这玩意儿，这个进退有迟啊，荣辱有升啊，这根本就不是我能琢磨的。所以35岁他万念俱灰。啊，什么都放弃了，啊，觉得这一生都是命，争也没用，吵也没用。才碰到云谷禅师之后，云谷禅师就把自信这个道理讲给他，说命由我做，福自我求。他被人家算的命中无子，最后他得了儿子。他被人家孔先生算的只活53岁，最后活到了74岁。他被孔先生算的这一辈子考不上举人，最后考上举人，并且考上了进士。啊，他原来让人算是到四川一个县当县长，最后来到咱们河北的保底县当了7年的县长。啊，我记得好像是1558年到1665年，7年在咱们河北省保底县。啊，所以袁了凡四训，他在69岁从保底县县长退下来之后，写给他的儿子天启，他的儿子叫天启，这一封四训四部分，告诉他儿子命运真有，怎么改造命运，改造命运的方法是什么，啊，改造命运的理论是什么，命运的理论是什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这次呢，我从北京给大家带来1000多本，啊，我听大慧老师说，咱们这次啊，有1000多个同学在这学习。我们公司呢出了这本书，啊，是净空老和尚专门就《了凡四训》做了讲记，在叫《改造命运，心想事成》《了凡四训讲记》，并且呢，书后我还给大家配了老先生在凤凰卫视录的22个小时的这个录像，一字一句的讲解《了凡四训》，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慈悲。所以这个书配这个盘我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其实我跟大家说，不用念太多的东西，就是一本弟子规再加上了凡四训您就成了。为什么呢？这是我自己的3年的亲身实践啊。弟子规呢是从事上论，因为它是教孩子的，它不能跟孩子讲太多的道理啊，你就先做到，先背下啊，你先不要问为什么，好多道理不是你这个13岁以前的孩子所能明白的。现在在大人当中推行弟子规，我在企业当中啊有个体会，很难。为什么难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大学毕业啊，都在进修，都有文凭啊，都是名牌大学啊，都是这个很有能力的人，你让他看弟子规吧，他很难升起恭敬心。但是了凡四训
可把弟子规为什么要配合看了凡四训呢？了凡四训把弟子规背后的这个道理给讲清楚了，所以你配合了凡四训再做弟子规的时候，你就有原动力啊，不是特别勉强，因为你明白了自性之学，你明白了这个为什么要断恶修善，你明白了因果啊，你明白了这些东西之后，你清楚了，哦，弟子规实际上让我天天种好因起好念，我以后得好果。所以你在执行弟子规，在落实弟子规的时候，你那个主动性，你那个自觉性，那就起来了啊，那就起来了，是吧？所以而了凡四训呢，确确实实呢，这个因为这时间原因啊，也不能太多的给大家讲了凡四训，大家一定要好好看看了凡四训，不要看一遍，看多少遍呢，是吧？这个我是这么学习的，就是我看完一遍净空法师的讲记呢，我就再看一遍。我昨天来到保定，我估计我看了已经几十遍了吧。昨天来到保定又从头开始看立命之学啊，命运怎么产生的，命运谁造的，命运怎么改变的，云谷禅师怎么说的，袁了凡怎么问的，袁了凡15岁到35岁他被这个孔先生啊算命的这个算的这些事实再一次温习啊，这个接着看一遍和一遍的悟处不一样，一直看多少遍呢？啊，我的体会哈，净空法师跟我说要看300遍，看300遍之后，你对自性的道理，你对命运之学啊，你对改变命运的方法，你就完全认同了，你就完全知道了，而且你耳熟能详啊，熟烂于心。你起居坐卧啊，穿衣吃饭，你的了凡四训都能提到现前，保证不犯错啊，或者犯了错误能马上发现自己错，及时纠正，及时改正，哎，最后慢慢慢慢，你的这个你的命运就会改变啊，这是真实不虚的。这个我呢，学习传统文化大概有3年的时间。那么确确实实刚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你要问我有信心吗？我也真没信心啊，我就觉得呢，反正做生意的人呢都爱赌啊，只是因为当时呢自己太痛苦啊，我今天来了16位同事啊，这些同事当中有很多人都跟了我很多年，他们知道我没有学圣贤教育的时候那种状态啊，我自己从我身体来讲呢，在没有学传统圣贤教育的时候呢，啊，这个得过重度的焦虑症，啊，就是说自杀的念头是经常出现，啊，半夜醒来，啊，特别是3点钟啊，夜里4点钟醒来之后呢，啊，就是开始自责、后悔，啊，无缘无故的就生烦恼，啊，就是这个过不来，啊，排解不掉，啊，就想自杀，啊，所以呢，这个。最后呢，就到了医院去看心理内科，啊，心理内科大夫说，他说你这是重度的焦虑症，啊，经过测试之后，他说中老年人呢有三种不同的心理疾病，现在大概40%以上的中老年人都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啊，心理障碍。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叫焦虑症，第二个呢叫恐惧症，第三一个呢叫抑郁症，啊，而这个当中呢，焦虑症是有侵犯性的。所以最后我车子都不能开，因为我当时开车的时候，我都发现我自己都有想撞人啊，都有那种感觉，莫名其妙啊。所以呢，作为自己的身体呢，啊，是个很痛苦的人啊。我出身名门啊，自己又是研究生毕业，又有在国外身份啊，几个亿的身家，儿子也有啊，自己也有公司。你要说我得焦虑症。啊，一般的人都不信，啊，他说您要是得焦虑症，那这个世界上有谁不得焦虑症呢？是吧？所以跟大家确确实实说，所以不要走我的老路，钱我有了，啊，家我也有了，地位我也有了，生意也有了，老板也当了，换句话说，我们世间的这些名门利养，我无一遗漏，我比在座的诸位哪点也不差。
啊，你说考大学，我第一届就考上了。啊，你是说做房地产，我93年就在北京盖的丰田广场。你说我现在做锅炉，北京市 60% 的锅炉都是我的。你说我读研究生，我当时第一届恢复高考，我在通县的考区我是第四名。我聪明吗？我特别聪明。啊，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是300多人考一个，300多人取一个，我就考上了。啊，我的外语很好，我没学过，我没有正经八百的说到外语班上去学过，我就这么自己自学，听广播就学出来了。那试制变聪我是做到家的，啊，我当时数学当时作文都特别好，啊，所以这个能给我带来快乐吗？没给我带来快乐。生意的成功给我带来快乐了吗？也没有，啊，而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学习了之后，我明白了道理，我明白了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际遇的不同，有些人富，有些人贵，有些人贫，有些人贱，这个东西都是命运在做主，而且我掌握了命运的钥匙，我就开始试着改变它，啊，最后我焦虑症也好了，啊，连我的大夫都觉得特奇怪，就这个焦虑症要终生服药啊。啊，而且当时我那大夫跟我说，你必须要想治好焦虑症，必须得回避所有的刺激源，所有刺激你的东西你都不能接触。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苦恼，我说那我挺讨厌我爸爸妈妈的，他说那你就别见你爸爸妈妈。我那就不见了啊，你见他干什么呀？你老跟人发脾气，回避吧。我说那我挺讨厌工作的，他说那你就别去办公室了。哎呦，那我说那合同怎么办？你就别合同了，你自己天天要自杀都到这一份上了，还什么合同不合同的？自己，我说，哎呀，我说那玩意儿，那我干嘛去？他说你去找一个地方租一个屋子，自己吃药练练气功，公园散散步，愿意见的人见，啊，愿意给谁打电话就给谁打电话，啊，一见着烦人，一见不高兴的事躲着。哎呦，我说这玩意儿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这才40多岁啊，是吧，就这样一个状态，而且挂那个号吧2000多块钱，而且还得我的司机夜里去排队啊，这个专家是特别有名啊，还经常上电视给大家讲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后来我好了以后我去看他，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怎么好的？我说我就是学弟子规啊，啊，把这个爱心给启发出来了，知道自己做错了就改了，改了改着，哎，我就慢慢就把这药减了。哟，他说你可不能啊，他是个女大夫，他说小林哥你可不能这样，我们是两家世家啊，父辈就认识，他说你这可危险，你这个特别是这个春天的时候啊，黄花香疯子忙啊，啊，说这个是这个花粉啊，啊，春天这万物复发呀，你那时候一顿药不吃你可能就轻生啊。啊，我说您别给我逗了，我说我现在真的已经很长时间不吃这药了，啊，已经完全痊愈了，我自己明白道理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别跟别人说，因为跟别人说他就没人看病了。啊，我说啊，他说你这个事儿你是个例啊，不具备普遍性。啊，这个你自己去学了弟子规的就好了，是吧？这个是太没有重复性了，科学强调重复性。我就问我说您这个药怎么就能把这焦虑症治好？他说这是科学实验的，你那个哪有实验的？你弟子规，你论语有实验吗？谁学了论语焦虑症能好？不是就你一个人吗？而且你这个人可能不是因为学弟子规学传统文化好起来的。那不能不没有具不具指导意义啊。我说您的药怎么弄出来的，怎么就具指导意义呢？他说我们是拿老鼠做实验。我说您这拿人做过实验吗？他说没拿人做过实验，反正吃就好了呗。我说是，我说我吃过这药，我有体会，就和木头似的。这个药啊，你是不想自杀你根本顾不上，你一个哈气接着一哈气的。
是吧？你是不容易跟人发脾气，因为你长期处在抑制状态。我上一个卫生间，我得十几分钟我才能去，啊，这个脑子一转，你那个脑子里边就会那个轰鸣啊，就是哐哐哐那种声音，就会爆炸一样。你还能顾得上什么呀？你什么也顾不上了，你自顾不暇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说你们这药就这么控制人，让人根本就没法生活，太害人了。我说你们这药，而且齁贵齁贵的，啊，精神类药物，而且特别特别紧张。说四分之一片就四分之一片，说先吃黄的后吃红的，你就不能颠倒，你颠倒了就麻烦。我说我学弟子规什么时候有这麻烦呢？我说啊，我就因果规律这四个字，我哪有这么多说的呀？我知道我这命我怎么来的，我再也不着急了，对吧？我不再跟别人争了，我不再焦虑了，我该来的就来，我该走的就走。我说就这么一个字，因果规律啊！我这命中这一辈子袁了凡先生都是定的，我急什么呀？我急。然后我说您给我说说您这药到底你们西方怎么说这焦虑症。哎，他说你这人真爱刨根问底。我跟你说白了吧，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就是脑信息地址送达错。脑信息地址送达错，我说您给我们翻译成白话文吧，您什么意思？他说，哎呀，说就是幸福的信息老给你送到痛苦的地址上。哦，痛苦的地址呢，痛苦的信息呢，老给你放到幸福的地址上。哦，我说什么喝酒这么痛苦的事怎么那么幸福呢？啊，抽烟这么痛苦的事怎么那么幸福呢？你看这佛法说的这个贪嗔痴慢，所有的嗜欲，我们在接触它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快乐，啊，都觉得特别好。实际上，人家西方已经证明了，那是痛苦的，它不过是给你送到了幸福的地址上。你爱别人，孝敬爸爸妈妈，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支持别人，这是幸福的事儿。他老给你送到自私自利痛苦的地址上，所以他颠倒了。就上海人讲说神经搭错了啊，学习传统文化把它再搭正了，把那个幸福的信息送到幸福的地址上，把痛苦的信息送到痛苦的地址上。这就是佛法说的显明清白，回归自性，回啊，归一，归就是从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说法、错误的做法归来，就像我一样，依靠什么？依靠圣贤人的教育啊，依靠佛菩萨的教诲啊，依靠他，因为他们是限量境界的人，他们对过去、未来、现在通达明了。他们能够突破时间隧道，能够突破空间隧道，依靠他们你就得救了，是吧？所以这个学习传统文化给我带来太大太大的利益。我们公司今天来了16个人，大家下边去可以跟他们聊一聊啊，我的故事。我说我们啊跟弟子规共同生活了3年的时间啊，如果说第一年啊，有点运气，第二年吧是偶然，这第三年就太不应该了啊。这个我昨天下午我就为了给大家汇报嘛，因为我很长时间也没管公司的这个财务了，我就把那个公司的主管销售的副总叫到这儿，我说我明天要跟保定的这些朋友们汇报汇报咱们公司学习传统文化断恶修善感应的不可思议。别老讲聊袁了凡什么梦遗神人吧，什么到了鬼阴间地狱吧，说咱们现在去不了那儿啊。我说你给我讲讲咱们公司现世的事儿。哎呦，他说胡总太多了。我说你可得说真话啊。说是，我说北京有一个项目啊，朝阳区给我们签了合同。哎，他说胡总您看，哎，这事儿哎真邪了啊。我说怎么邪了呢？咱们原来签合同供货，那拖欠咱们钱太正常了啊。首先
你得给我预付款，我才能给你供货。他也没有预付款，他预付款就欠，就让咱们装炉子，咱们就得给人装，人家客户嘛。装完炉子之后吧，得给货到款，也不给。30% 的预付款，再加50%的货到款，这就80%，基本上都不给，都拖欠。他说：“信奈，09年我就给您汇报三个项目，第一个就是三间房这个。哎，这个经理姓王，他在外地。我说你们要供货了，啊，要供货你得给我预付款呢，这预付款120万。”啊，他说行了，王总，我现在在外边，就这么着吧，你就我给财务打个电话，你先拿100万的支票先回去。啊，大家没手续，就他一个电话。那要搁过去，开发商是爷爷，我们供货商是孙子，人家在外地，等我出差回来再说吧，这是很正常的。人家在外地打一个电话给财务，回来给我100万，给了我们公司100万。回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总又跟他说，他说哎，王总，这预付款应该120万啊。行了行了，我再给你100万，给你200万，行了吧，反正咱们供货下一批又来了，你先拿200万先花着。你说他说这玩意儿太不可思议了，我胡总，而且我跟这个王总一顿饭都没吃过。哦，我说这个，我说我明白，因为他要货要的着急呀，是吧？所以可能电话上通知付款，200万呢也不为过，因为他马上第二批炉子又要，可能第二批他嫌麻烦，再给点预付款，是吧？就提前给了等于。是吧？没到供货的时候先把钱给了，而且多给了，而且给的方法很简单，不用开保函，也不用什么拿发票，就这么一个信任就给了钱了。我说那你还有什么例子？还有啊，啊，那个开发商说，哎，你们要钱不要钱啊？我们这上面拨下钱来了，先给你拿400-500万，你先花着吧。我说你这说真的呢？说真的。而且我说那是不是该供货？没有，明年才供货呢。现在在政府林刚刚盖出来，刚刚出地面。我说这人姓什么？姓李。你说，而且他跟我说，我这王总说我还老想请他吃饭，他也忙我也忙，我们俩呀连顿饭都没吃，就是在办公室见了几面。哎呦，我说这玩意儿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说这差4-5个月才供货，就先把钱给我们，明年的事儿啊，你先拿着花着吧。啊，我说这可能都是开发商啊，比较规矩，而且咱们都是老客户了，做了几年的生意，那是不是新的客户，就有没有个例子呢？说有，农民，不是开发商，农民上楼，北京要绿化隔离带改造，啊，他要用炉子。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薛峰啊，王总，那个来拿钱吧，啊，这个我这记性也不好，是吧？你看我该给你多少，你就直接找财务，啊，所以这个他就这么一种情况，而且我你说这做买卖的，我跟你讲大家。我做壁挂炉，每年是1亿5000万的生意，啊，1亿2千万，1亿5千万，每年卖25000台炉子。外边压我的款，正常年景，我做了12年了，我算过这笔账，3000万左右，就该给我砍，不给我砍。今年降到800万，而且我没求过他们，说你给钱吧，大哥。原来过去不行啊，我得亲自出马呀。我得央个呀，我得求爷爷告奶奶呀。现在不用了，我那天我那合同执行部我们的宋经理给我送一单子，我一看才欠800多万，你还找我去催，你知足吧，那过去压3000万常事儿啊，每年3000万上下啊，最头疼了。现在你看我这生意吧 越做越多，而且我从来没求过这些老板再付钱800万。所以因果规律，用袁了凡的先生的话，危矣哉啊，特别细微。我们啊，肉眼凡夫，粗心大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因果，往往忽略。
啊，所以我现在呢，在企业，我慢慢没自己了，啊，我有钱呢，我就成天琢磨，谁需要帮助啊，啊，谁需要支持啊，啊，该印点什么盘了，该给谁送点什么书了，其乐无穷啊，啊，而钱少挣了吗？一点都没少挣，那别提多省心了。没开过会，没签过报销条，没批过文件。你想公司一年6000多万的采购，我就没签过字。你说那哪儿老板这么放心的？我所有的副总原来都是我签字才能财务报销，现在全部他们一个人签字，就到财务部领钱。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我查什么？人家一大堆报销条送到我这儿，一大堆采购单送到我这儿，我批是不批？我不批，我凭什么不批？我批，我又依据什么批？是吧？我有那时间，我把员工教育好，我把我自己教育好，我爱他们，一分忠诚等于100分管理。我请你们来到我这上班，我不是把你们当贼来防的，我干嘛呀？我是吧？啊，佛法讲身心疲惫啊，啊，弄得不可开交，外边跟开发商求爷爷告奶，那里边跟员工吹胡子瞪眼，自己搞得焦虑症啊，成天我光摔那个手机就不怕大家笑话，就20多个，我那一抽屉都是那个那没用的手机的电池吧，充电器吧，整整一抽屉，没用了，手机都摔坏了，芯片还保留着。是吧？所以呢，这个而且每天都在琢磨员工谁需要帮助。我这今天时间到了啊，因为他时间太短，3年的这个学习《弟子规》的体会呢，太多、啊，真是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呢，给大家带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呢是我员工的女儿写给我的，啊，这个她是13岁的一个孩子，啊，她是外地人，在北京上学。他是外籍户口，在北京上学很难，我帮了他的忙，并且呢给了他3万人民币的择校费，因为你要借读在北京必须得给钱，我呢给了他钱。那么这个孩子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我呢给大家读一读。尊敬的胡伯伯您好，首先祝您工作顺利，寿比南山，事事顺心。我是你的员工傅占江的女儿，叫傅佳，衷心地感谢您对我莫大的帮助。由于外籍户口的缘故，对我上初中造成了一些困难，您在这时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我找到了合适的学校，因为我有关系啊，我求了朝阳区的领导给他安排在家里特别好的一个学校，北师大附中。然后呢帮助我找到了合适的学校，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您对您的感激之情。俗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您积德行善，乐善好施，在今后的日子里，您更会多财多福，万事如意。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今后我会以我的学习成绩来报答您对我的恩惠，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我会以您为荣，做一名孝敬父母、积德行善、遵循《弟子规》教诲的好孩子。祝您和您的家人生活美满，事业顺心，健康长寿。此致敬礼，傅占江之女傅佳，2009年7月9号。为什么在这儿要说这件事情？我并不是为了表彰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如果都能这样做，我们傅占江的女儿，傅占江是个农民，生活在张家口，她来到我们这10年，我是怎么想的？我们身为师子，言为示范，我们要做到，我们要把《弟子规》演出来，我们要感化我们身边的人，让对圣贤人教育升起信心。啊，这个孩子12岁，等他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
有人再跟他说《弟子规》没用，有人再跟他说学《弟子规》变成小绵羊。在座诸位，富家小姐会相信吗？谢谢大家。